个装作学渣的那么一个计算机大神蒋振寒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这个状态啊，一看就是刚打完架回来。在遇见女主夏林夕之后，我能不能别跟着我了？你把校服钱给我，我转头就走，多看你一眼算我输。因为很多事件把我们捆绑在了一起。昨天晚上抢劫我的人就是蒋振寒指使的。你看我说错了吗？你这种学生就应该被开除。老师批评你，你就离校。如果你是被诬陷的，你应该去争取去解释，你装什么高冷啊？你知道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最重要的就是先管好你自己。我觉得夏林夕就是蒋振寒转变自己整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点。但是真正的责任不应该是在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我希望您给我一次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。我要为了我自己喜欢的女孩去考上最好的大学，去跟她在一起。慢慢的，我们的相处，他让我改变了自己，更大胆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不要低着头跑，夏林夕，看前面，稳住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秦月，这个。喂，秦月哥。在夏林夕的眼里，秦月应该是一个大哥哥，永远都不会想到，就是说把他当作恋人来看待的。这是林夕，是我。师姐好，我是秦月高中的师妹，也是今年经管系的大一新生，请多多关照。秦月一直想等着夏林夕上大学的时候向他表白，但谁知道夏林夕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了蒋振寒。他很想跟蒋振寒竞争一下，就是说你也喜欢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喜欢这么多年，我跟他一块长大，争不过我，这是哥们儿之间的攀比心。我没你认识时间久，但不影响我喜欢他。段宁呢？糟了，顾小蛮他肯定跟段宁跑了，我找了全场都没找到他们两个人。陈一川最早对顾小蛮的感觉是觉得，是因为我的学习好吸引了你，你不是喜欢我这个人，而是你喜欢我学习好。顾小曼就觉得陈一川从高中就一定是喜欢我的，到了大学慢慢的变聪明了，他才知道自己喜欢顾小曼，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爱情。小川，好巧啊。这个给你，这里面有我的笔记，以后有什么不会的随时问我。你喜欢上顾小曼？什么？我喜欢顾小曼？我怎么可能喜欢顾小曼？不可能。确诊无误。等到有一天段宁的出现，我终于哟，段皇爷还有这一手呢，厉害啊。嘘，他跟小曼中间有一段时间在一起，还是喜欢陈一川这个角色的。段宁，咱们俩还是算了吧。我是说咱们俩分手吧。好呀。啊，对吗？嗨，说说。
是的，你当初答应我也是为了跟陈一川闹脾气吗？你一直都知道啊。其实这时候段宁心里头是非常心酸，非常难的。之后我就开始展开了对顾小曼的追求。顾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错了。顾小曼给了他一次机会。顾小曼，我生命中重要的人。这个是我做的，我一直想要送给你，让他能重新回复他，去补偿他。有诚意的地方就有温暖。把这披上吧。